由台湾母语联盟发起关怀文教基金会共同参与的公台语小合力瓦当，于二月底结束。其中参与的塔布利烘焙坊执行长林胜化相当赞许这项独具意义的活动，希望未来能有更多店家热情参与。本店塔布利为了配合到咱的关怀电台哦，来举办到这个母语讲母语的小合力。只要来本店你也来像做囡仔哦，你也来讲讲我今年几岁你来住伫倒来同阮讲到这个台语阮哦就送伊一粒泡芙不管各种的语言嘛会使哩吼，像客语啦、原住民语啦吼，搁迄落来讲，只要囡仔来讲，阮拢会送本店就是讲认真咧来推动着这个母语运动配合着咱的关怀电台。希望大家踊跃来本店推行到这个母语的这个日子无要紧，本店用延期到月底来只要人来本店消费本店就是讲讲母语就是适合你的活动。公台语小合力瓦当于每年世界母语日期间招募有意愿店家，让儿童族群的消费者透过说母语购买到优惠商品，其中塔布利烘焙坊更热情赞助，只要小朋友来店说母语即可获赠该店特色泡芙。活动期间吸引不少消费者前来光顾，也达到推行母语的效益。公益频道徐世昌彰化采访报道。